在戏里面光鲜亮丽的这些女明星，然后在野地生活的，不知道是什么样子。去到怀疑人生了，这辈子再也不吃竹筒饭了。太夸张了啦，这已经是极限运动了。路是人走出来的，你可以的，加油。要是我们光乐小姐能够一起做一个实境秀，应该蛮好玩的。